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1.0怀旧安家生存啊。来，观众，我们上一集呢，不就是尝试制作出了钻石镐，然后打了中介龙吗？啊，应该也算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达成了观众们的任务啦。那我们现在一样啊，就是每一集的开始啊，我们就是直接找一下各位观众们又给了我什么样的任务哦，我马上就来看一下。来，哦，这次的，既然你说挖一大箱鹅卵石还好，那你就挖一大箱鹅卵石。其实这也不是不行啊，但这个不止对我来说很无聊啊，我相信对各位观众来说应该也都很无聊啊。你们真的会想要靠我挖一大箱鹅卵石吗？就是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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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，然后就结束一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既然这都是观众给我们的建议嘛，我们当然就直接挖这一集，好不好？我就挖一大箱鹅卵石。来，那下一个扩大房子，可以继续翻块屋哦。扩大房子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下一个安家，进入地狱并击杀一批僵尸猪人。所以说，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这三个哦：进地狱，然后打猪人，然后盖大房子，然后呢再挖一大箱鹅卵石啊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是不是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我马上好不好？我马上就来完成各观众们所指定的任务啊！然后我现在在烧铁，只是我不知道这些铁要不要拿来做装备，因为观众没有说我们可以做装备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做装备啊？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是先找一些东西来吃好了，毕竟各位可以看到就是。我们的饥饿值很少啊，为了能够让我们快速的，就是多挖一点石头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收集一点食物啊，不然我快活不下去了。我们先在附近逛一逛啊，看看有没有那个一些动物可以杀好了。像这里就有一些牛啊，我们给它杀一杀。现在就是所有的食物啊，都必须要进到我的肚子里啊，给我吃！哇，然后以前的肉会掉这么多个哦。我一次掉3块肉是怎样？以前的那个食物掉落率还蛮多的、欸。好，那高总目前呢走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也杀了一些牛，总共收集到24块肉。虽然说没有到很多啊，但应该也是可以吃一段时间的。我们就先回去吧，而且也快晚上了，我就再不回去我会很危险啊。OK，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平安的回到家了，然后铁也已经烧完了，接着我们就来烤一下肉啊！只是现在外面很多怪物，我还是不能睡觉。哎，我真的需要扩大一点房子，不然每次就是晚上到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就会很难睡觉，这样很痛苦啊。不过这只先杀一下，搞不好杀了就可以睡，对不对？不行。哦，好恐怖哦，各位！奥特一开门。就苦力炮在我外面呐、啊，这只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我真的好害怕啊，各位，好害怕他在这边对我做奇怪的事情哦。铁剑应该要砍4刀才会死，所以我可能还要贴着把它砍远一点哦。哦，What the fuck？怎么？不是啊，怎么2只啊？什么鬼啊？这游戏我是不是应该真的需要做个铁装啊？不然遇到苦力炮超恐怖。好的，各位观众不用紧张啊，我们目前呢是平安的回来了，只是，我这边真的是地形丑不拉几的，然后我会被打死了。哎，怎么蜘蛛骑士？等一下，我1.0蜘蛛骑士这么好出的吗？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其实死的好像也没差哦，死的我们就在那个而已，重跑一次就好了。我现在强烈怀疑1.0的生化机制是不是怪怪的啦？为什么我会带着一大堆怪在跑啊？这个游戏没问题吗？这样做？好，不要再追了，不要再追了，拜托！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哎，我家怎么变成这样子？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不处理这个了。反正我们之后都要，都要扩大新房子嘛。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准备个大箱子，好不好？毕竟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呢是要挖一大箱的石头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一大箱的石头，所以说我们就额外清一个空间放石头啊。
今天这一集就是先把这个挖一挖，顺便也把我们这个通道给清大一点好了。反正我们都是要挖石头嘛，对不对？挖哪里的石头都是没差的啊，只要是石头就行了。而且我们这个版本的石头很好挖、欸，就是因为地底没有那种闪长眼啊、什么花岗岩之类的垃圾东西，就全都是石头、欸，其实蛮爽的，就不用担心会挖到什么其他东西。地底下顶多就只有砾石和泥土而已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，直接把这个通道给挖出来吧。OK， 观众，我稍微花了一点时间哦，把我们这个地方给挖出来了。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非常的平整滑顺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一个道路。目前我挖了一段时间，又一小段时间，也才挖这样子四组，不知道挖多久哎。我是我钻石镐啊，用钻石镐挖会很快，但就真的很无聊、啊。不信的话，我就这样子垂直好不好？挖到我们上次挖的地方给观众看，大概是什么样子。我给观众看啊，三二一，嘿！OK， 观众，大概就像这样子哦，是不是觉得还蛮枯燥乏味的？我目前呢又多了四组的石头，其实就像这样子啊，就还好，只要努力还是挖得到，但就真的很无聊啊。不过这个抱怨归抱怨啊，我们挖这个石头还是能够挖到钻石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像这个有没有？我光在清这个道路上挖出来的矿，就挖到两堆钻石了、欸，目前两堆啦，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不确定，但这个我们就先给它挖起来了。先挖先挖，然后前面还有一堆的样子，红石我就好了，红石也挖一下啊，因为红石也可以拿来做一些红石机关嘛，还是挖一下比较好。然后第二摊就是这里了，有没有？钻石其实也蛮好找啊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上次找不太到而已。认真找的话，其实是很好找的。好了，那目前我这样挖一条嘛，我总共拿到这样子的东西，还有九颗钻石。其实我觉得我之后都可以用钻石镐挖、欸，因为钻石其实没有很难取得啊，所以说我现在的话就好了，稍微花一点时间啦，一大箱的石头嘛，我们就下一个画面见吧。好的，观众，我在这边稍微花了一大段时间啦，终于把我们的石头给挖完了。来，我们打开背包。我怎么没有石头？啊，不要紧张啊，我全部的石头放在上面啦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目前这边有没有？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挖出来的这个空间哦。等下这边有煤炭，我都挖了，稍微挖一下。各位看看，各位看，完美、完整、平滑。然后有一些像这种鹅卵石填起来的地方，都是原本有矿的地方，都被我填起来了。目前这样看过去，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舒压舒服啊？我挖了这么多，基本上一定有一大箱鹅卵石啊，好不好？各位看一下，我就挖到这边嘛，岩浆池这边。各位知道我挖掉了几个钻石镐吗？答案是两根哦，这里是第一根，它挖到没耐久了，然后它其实还有第二根，第二根不小心被我晃绳挖爆了。接着这是第三根哦，大概就两根半的钻镐吧，挖了大概一大箱的鹅卵石，还有一些矿物啦，就是有看到的矿物我都顺便把它挖起来了。我马上就过去带给观众看哦，给观众看我到底挖了多少东西啊。
来来来来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箱子，哎，一大箱满满的鹅卵石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我们的那个第一个任务应该是完成了。然后其实不止啊，这边还有一些石头啊。各位不要觉得我好像把我们上一集挖的鹅卵石也当成这一集挖的啊，没有啦，上一集的一样是在这个箱子，这一大箱全部都是今天挖的哦。然后就是后面这一箱，这一箱是矿物区，我挖了这么多钻石，这么多青金石、铁、金什么的，金很少哎，金比钻石还难挖哎，哇， 1.0 版本金这么难挖哦。然后红石依然是最多的，红石我也不知道怎么挖这么多，反正我看到就挖了。啊，简单来讲就真的好累哦。然后我顺便还把我们的工具都给升级了，各位看到就是我们的钻镐啊什么的，钻斧全都做了。然后旧版本好像还是可以修的。那接着就是第二个任务了，第二个任务要我们扩大一个房子嘛。然后那个观众是说饭快屋也行，那我们就首先先拿一些石头出来啦，然后把我们家前面这一片湖给填掉好了。毕竟我们会需要整地嘛，对不对？整地直接填一填是最快的、啊。我们就表层那一层填土就好，其他全部填石头，这样比较省啊。毕竟我的石头超多，然后土超少啊。我们稍微花点时间吧。好的，观众们，地呢已经完全整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盖房子吧。我目前有盖了四个熔炉，就是在烧玻璃啊。毕竟我们盖房子一定要有玻璃的嘛。那因为那个观众是跟我们说，房子只要扩大就好，方块屋也行啊，好不好？那我就随便盖个方块屋啊。反正我们还是新手时期的时候玩这个游戏，扩建房子也只是盖大一点的方块屋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也不会盖什么尖屋顶，因为屋顶都平的，反正就盖一个房子出来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继续多砍点木头，然后就直接来盖吧。一个方块屋、哦，我想一下要怎么盖。好了，我就盖一个16×16×16的方块屋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这样够大了吧，各位？16×16×16，这么大的方块屋肯定是够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稍微砍一下木头吧。1234567891011121213141415。 OK， 像这样子有没有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房子的地基，16×16，其实还蛮大的啊。那接着我们再往上盖16个、哦，就是我们整个房子的大小啦。那这个应该也不用讲解什么的啦，反正就往上堆嘛。然后我们这里玻璃很多啊，我们就把它全部做成玻璃片。虽然不知道要花多少个，就是。感觉蛮多的，需求蛮大的。OK， 观众，我在这边又花了一段时间哦。哇，这一集一定会录超久。我目前呢是盖成这样子啊，就是看起来很丑啊，没关系。但这的确就是我们以前没有玩麦块可能会盖出来的东西啊。就是以前也没有那种建筑教学啊什么，大家都在乱盖，而且大家都是新手，也不是什么建筑系的。然后房子就会乱盖啊，那个时候就会随便乱盖，然后盖得很大，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那个时候的麦块比现在好玩很多啊，我觉得。那我们现在我墙壁盖好了嘛，那我现在把上面这边给用木头铺顶好了。其实不铺也没差啦，但我觉得有始有终啦。我可能会把屋顶铺顶，然后地板这个草也盖一层木头上去吧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哎，然后 1.0 可以竖顶吗？我试试看哦。不知道 1.0 可不可以速递？可以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哒，这个不太习惯啊。哇，不过这样子的话，我还蛮震惊的、欸。1.0可以速递、欸？那当时人们会速递吗？各位，当时人们如果不会速递的话，我是不是 1.0 最强速递玩家？现在好玩的会玩 1.0 吗？然后这边表演速递、欸，应该很少了吧？总之不管啊，我先把上面这边全部铺完，然后地板也铺完，这个房子基本上都大功告成了。搞盖完了之后再给观众看吧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又花了一点时间啊，将我们的这个房子啊给盖好了，好不好？目前可以看到就是外围蛮透的，然后里面呢就是。房子，然后中间呢，这边我放了一些意义不明的树苗，
可能之后会长大吧。如果长大之后里面有一棵树，感觉蛮好看的，我不知道啦。总之我就是这样子稍微设计一下，虽然说不是很重要，就是啊。然后箱子其实我也进行了分类哦，比如说这第一箱就是石头，然后接着就是一些方块类的，然后这个是掉落物，然后矿物和那个植物类，基本上能分类的东西我都分类好了啦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也是完美完成的，就是观众们的任务哦。那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两个观众们指定的任务了嘛？那接着就是最后一个啊，我们要去挖黑曜石，然后做地狱门哦。那盖地狱门这种东西，相信观众应该都会盖了吧？我的频道应该不会有什么新手观众了啦，我们就快速略过吧。装水、倒水、挖黑曜石、做打火石、盖地狱门、点火，地狱门出现了。然后我先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家里好了，毕竟我们这一次进地狱只是为了杀一只族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死掉的话其实也没差啦，但我不希望我的东西喷在地狱哦。虽然我记得 1.0 的地狱很简单，我靠，我怎么开门就地狱堡嘞？谁？你小心点，你不要炸我的那个。算了，我不理他，我打完猪人就回家好不好？猪人，哦，这里有一只猪人，我记得猪人很强哎。我杀一只，我先砍一只，还好，我还是够猛的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已经够了吧？我们已经杀两只猪人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赶快走，这样子就算完成任务了、哦。也算是就是可是我很怕我进去的时候，你永远会把我的地门炸坏，我要赶快把它杀掉才可以。但它好难杀哦，它如果一直往下飞，基本上我是砍不到的，因为它哦这样可以 ，nice， 以牙还牙，我们回去了。啊，还行啦。我们这路好久，各位，那我树长大了。我说真的，我们这一集真的录超久，光我们挖石头然后盖房子，不过无所谓啊，如果各位观众开心好不好？我们花这么久也值得啊。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